安省酒管局将陆续在省内开5间铺合法有系统卖大麻，市场预期合法及非法售大麻将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。湖水进入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之前，原来先被抽往一个鲜为人知的巨大人工水库道作发电之用。邮局同时提供银行服务已成历史，加拿大人现在又想重启邮务银行的服务。请留意星期三晚10点《时代》杂志精选重播的报道。